欢，因为我觉得圣诞节是一个很温馨的节日，可以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欢聚一起玩，然后圣诞节的时候一般都在下雪，所以还可以去滑雪场滑雪。记得在我3岁还是5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知道有圣诞节，然后我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，然后我爸妈就买了一棵圣诞树给我，就说圣诞树上每一个这个节就会挂礼物，所以我每一年都非常期待圣诞节，但是后来的年我爸妈都不给我礼物了。因为今年圣诞节我就已经过完了18岁生日，就成年了，所以说之后呢就可以开车了，那我就想送自己一块肖邦运动系列的 Millimilia 手表，当然是肖邦的活动钻石系列，想送他 Happy Hearts 手镯，因为我觉得女生戴会特别好看，而且手镯里面的钻石是会动的，也很特别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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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然后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，祝你们在圣诞节能和自己心爱的、喜欢的，还有家人朋友一起欢聚圣诞节，留下属于你们自己的圣诞节回忆。